哦，谢谢。嗯，这样两样都可以吃到。谢谢。他中吃饱一点还是那么早。因为我们卖的不贵，所以我们种的只有种的比较好。哦，对啊。而且你吃完我还剩两碗就没了。你的生意很好。没有，我们的东西限量新鲜的、啊。嗯。最主要是要新鲜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每次都看你在排队，看你们外面在排队。哦，现在是中午了，吃饭时间了、啊。那不会比较烦。啊，因为我们超过二十年了、啊，客人都知道啊，那我们东西新鲜没？我们连小贩都可以见不人的光。是啊、哦。有的人隔天呢还在卖，我们是每天都卖不够。可是卖完就没，我们因为限量的，尽量只要卖完就好。这小菜，今天小菜还不到三点都全部卖完了，因为我们小菜便宜嘛。你看别家怎么可能有十块二十块的小菜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小菜豆干才十块，别家都要二十啊。油豆我们才卖十五，别人要三十啊。你看，所以大家会很喜欢吃我们家小菜，因为最主要新鲜又便宜的，是差在这里。哦，真的是有花枝呢。啊？真的有花枝呢？有哎。对，有啊。哎呀，真的有啊。你好，哎，先报告一下好吗？好。我们现在剩肉羹面剩一碗，瓜子羹也剩一碗，凉面、干面跟汤面哦，剩这样。好。啊，青菜，哎，小菜的话都没喽。哎，青菜的话，空心菜、黑白菜可以给你一份，这样可以。好。好、哦，可以搭配双拼的，因为没有菜的就是空心配白菜这样。我一个肉羹。好，肉羹面吗？我要大。肉羹面大。对。可以，那你说还有一个花枝？花枝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肉羹面剩小的，阿、啊、花枝有大的，肉羹面刚好剩一个小的，阿、啊、花枝羹面可以大的，还是要倒过来？那你们可以搭着吃啊，花枝剩一碗大的，啊，那个肉羹剩小的。那我就花，你说花枝羹剩大的。大的啊，肉羹剩小的。你们两个这样一搭起来就刚好，刚好可以吃了。好，一个青菜。好，我们青菜哈，这样哦。好。今天生意更加好啦。我们东西限量，卖完就没了。对。刚才一个客人在外面看，他就是要吃，看我没了，他就要走了。真的啦，他因为那个是常客。哦。他听我这样念，他就知道没了呀。我们是每天卖完就没了，他礼拜就会准备少一点，早一点休这样。平常一到五是正常，晚上有也是卖完就没了、哦、我不是生意很好，是因为我把它限量卖完才会新鲜，这样不会太、欸、我没有隔天的，你看我小菜可以卖到进不了，而且我小菜是三点就卖完了，这么早、欸、因为我的东西不贵嘛，又新鲜嘛，
一千几块，我买衫。我那块爱买衫，衫买我十倍，十倍哦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只剩肉燥、干面、汤面跟凉面，其他没了。汤我剩贡丸汤而已哦，我其实就只剩贡丸汤，其他汤没了。我们分到这里结束了。没有，最主要是我的东西都很新鲜，没有隔天的。
等一下哈，慢一点。